OK。不错。你跟他说直的就要这个，如果他是拐弯的，一需要拐弯的话，就把这个升起来，懂了没有？嗯，拐弯的。他不是晒袖口吗？有弧形的吗？嗯。弧形的就要把这个松起来，不然的话，这个降下来了，我能说放下来了，他拐弯的就不好拐，你知道吧？拐弯的就不好拐。那你把它升起来，拐弯的看一下。哦，你刚才就，咱手术艺就是这样做的嘛，这样的，有的时候还有拐弯的嘛，就这样。拐弯怎么拐？拐弯，我那时候等一下啊。